谁从以前到现在会长得一模一样？又不是生化人。对啊，而且人家都很爱说什么哦，女人都很爱去整形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是花到你家钱是不是啊？我是有花你钱，我是有从你户头去扣款去整形。而且你自己爱老爱皱，你管别人要不要弄什麼東西？对啊，长得不好看不要放大头贴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家应该是坐北朝南哎、欸，因为你。难看呐、啊！给子成的留言，他说为什么觉得每次看到苏子成都长得不太一样，还给我打错字，对啊，不太一样。这位 R E X Chen 先生，我觉得你家应该是坐北朝南哎、欸，因为你难看呐、啊！哇！不是重点，他连大头照都没有。哇！再来一个苏子成歌声。等等等等，这是不是你们自己打的？不是，发誓绝对不是，绝对是找的。两年前呢、欸？苏子成歌声真的不行，哎、欸，这我不否认。但是你舞蹈很好、啊，可是你舞蹈很好啊。你什么时候在节目上唱过歌？因为我都是唱一些怪歌，什就什么欧丽爱的告诉、嗯，然后不然就是什么郭贵宾的歌、朴学亮的歌。我歌声也没有到不行啊，就是、好，你唱你又有旋律的，我听听看。带来一首。暗淡的光线，冷淡的歌声。饮酒的人无心情，就是很普通啊。对啊，没有到很你很中性的评论。你现在是不是有在攻击他？没有，就是很普通，但是也没有到不行啊，没有不行。对啊。所以刚刚那个，如果比起来比较走心的是说你每次都长不一样的那个留言。对啊，谁从以前到现在会长得一模一样？又不是生化人。对啊，而且人家都很爱说什么哦，女人都很爱去整形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是花到你家钱是不是啊？我是有花你钱，我是有从你户头去扣款去整形。而且你自己爱老爱皱，你管别人要不要弄什么东西、啊？所以你们意思是说，你们老娘就有整形，但是我是花自己的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 ，Why not？ 对啊，我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漂亮。所以子晨，你是整什么？我有去打卧蚕哦，就注射那玻尿酸，然后那个嘴巴有打花瓣唇，就是它会让你的嘴巴有个 M 型的那种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嗯，那是最新的吗？最新的技术。哇哦！立刻开始聊医美。对啊。而且我觉得打完真的整个人变很柔和，而且桃花变超好的。真的、哎、怎么样？所以现在很多人追你是不是？可是我是圈外人，圈外人。没、嗯、有、哎。圈内人先不要。所以圈内也有人在追你？没有。圈内目前没有。节目又走歪了啦。我们变成那个恋爱节目了。所以还有在那个吗？还有在酸他的吗？一人两折够了吧？一人两折啦。OK。拜托，英文不好就不要讲英文好吗？七个赞、啊。你有常讲英文吗？没有啊。而且我英文还 OK 啊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拜托，长得不好看，不要放大头贴，好不好？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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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我对这种真的觉得很生气。我以前还有做过那种全英文的展场主持，哎。